我就直接开始报告。好，大家好，我是疫情纾困方案整理的坑主。然后我今天想要不跟大家报告的是，就是我们今年想要来招一下大家想要来帮忙整理一下我们后端的资料，因为我目前已经有一个网站，然后我们这个网站上面已经放了很多中央部会跟地方部会的地方政府，还有大学啊，还有民间团体的一些相关的纾困振兴方案的东西。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大松的时候找到一些人来帮忙整理后端资料，因为目前现实的资料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帮忙做整理，然后也可能需要大家帮忙爬一下，或者是更新一些相关的资料，包含是中央的资料有需要更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地方政府的资料可能也需要多持续的追踪。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上我们的共笔链接去找一下我们的共笔，然后我们下面其实有，上面其实有蛮多的讨论的，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前端的网页，现在其实就是那个 HTTP BLLY Now Relief Money 的那个网页，那网页上面已经放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目前的话是有希望能够把标签越做越细，然后希望是大家如果上来，然后能够去按照他自己的所在的身份，譬如说他是农民啊，他是劳工啊，他是失业者啊等等的，去找到他想要的，找到符合他条件跟资格的纾困方案，然后并且把这个资讯呢，就是可以一并的整合在一起，看他可以去直接的去联系需要联系的人，跟去做申请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当初建立这个方案共笔，然后并且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说自己的纾困方案是什么，对。然后其实主要大概就是这样啦，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我们的就是疫情纾困方案共笔整理的这个坑里面。然后我应该除了担任主持人或者是担任小帮手帮忙以外，应该都会在那个坑里面负责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大家可以来找我们，谢谢。